每日养生健康小常识一：吃芋头相当于注射免疫球蛋白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。二、枸杞子嚼服，循其口中津液长生，抗动脉硬化，降低血糖，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，服之有增强体质、延缓衰老之功效。三、揉眼，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，揉按眼睛、眼眶四周，促进眼周血液循环，可明目、醒脑，还兼具美容作用。四、常喝酸奶，酸奶的营养价值极高。五、绿茶抗癌，并可补充钾元素，增加血管的柔度。